在这边说一声大家对不起，因为可能虽然是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但是找不到我的 FB page 或者是找不到我的照片之类的。So 没关系，我再重新讲一遍，想要清清楚楚，真的不好意思。如果我的 YouTube 到达500个 subscriber 的话，我就可以 give away 就是这两个，就是这两套了啊。对 ，So 我们要怎得到它了？首先我要你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对，这样按下去就可以了。找不到是，我这边有 link 给你啊，我准备好了。然后第二，我要你来 FB page， 我这边已经放了 link 了，你按过去就是这个地方了。第三，如果你看到我这个照片是对，就是这个，你就打我要 give away 就可以了。我这边已经 stand by 了 link 了。所以参加的人呢，只是先 Malaysia 的人呢，因为我寄不到去外国，因为没有把这去寄到外国嘛。不过新加坡朋友啊，没关系，有一个方法就是问一下朋友或是亲戚在我们 Malaysia 呢。问他能不能大放在那边啊？了解吗 ？OK。不过这个 giveaway 我只能抽选一位幸运儿的。对，没有错。所以如果已经到达了，我会恐慌那个时间呢，来做直播抽签了。好了，等待我们的 giveaway 时间呢，瞧。嘿，八点晚上，我是战神 Race。那好久不见了，真的不好意思啊，因为真的是忙到离谱了。哦，好了，现在是开箱进行收到。说、so, 今天开什么嘞？哒哒，哎，这不是 SR 也不是 SD 哦，这个是 Tri-Deck，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拿过。哎，差不多很小哎，比我的 SD 啊差不多是大。哎，不要想不开啊，真的我不喜欢想不开啊，我这个节目是很健康的 ，OK。好了，黄金和世界，我们进行示范，来吧。说、so, 今天有三盒，这个是黄金，还有双子以及。电子咯，我先开电子咯，先咯。看你那胶纸，喂，我老哎，看 ，Kisser， 你粘什么哦？是不是油不干哦？像平常样子。啊？电子中烟龙。哎呦，难得哇！这个红色警戒我是需要了，哎，很难找，现在终于有课。哇，几难死哦！黑色啊，好心你不要用油壶缸来粘啦、啊，来。第一次我是不喜欢，现在也是 OK 啦，可能会玩一下。哎，所以其实很多人要我。啊，刻了，我就拿到几星呢？超量大炮，我天顶好，上次还有买，很多人抢，现在又在刻。OK。所以我觉得这次 try day 比较值得一点啊，因为反正他给新手嘛，他有些给的还不错，不过个人建议可以自己加强一点啦、啊，可以自己塞哦。像黄晶晶，虽然它少了那个融合，你看可以搭配什么卡都可以，因为黄晶晶是可以用现金卡之类的。然后电子龙，因为它缺乏是那个另外一个奇美拉嘛，这张 Evil Twin 的概念。我是不知道啦，
如果是搭配美景，我觉得是不错了。这次谢谢我们的盖亚，谢谢。好了，影片到尾了。如果你超级冲击、超级危险玩的股票，记得按 like 去看。如果你是新的，记得就是一直小妹以及他老朋友，谢谢。放心，这个我告诉你。如果他是跟林北讲，那我就叫他开这个三和 3G， 不是，是三和这一个 Tri-Deck 就可以了，没有开玩笑吧？好，再回事吧，瞧。I can see the light of day, but I can also see the bones of day.